咱来到那个犬舍里面哈，这是一条巨贵哈，灰色的，这是帮河南的小姐姐代养了一只巨贵，母的哈，现在开始返回了哈。这边有那个小博美哈，这边有一只博美，灰色巨贵哈，河南小姐姐的疫苗都给它做齐了。咱再看看他家这个罗威纳，还是我上次带的罗威纳？咦，上哪去了？我找一找。刚才在这边呢。过来，过来，黑子，过来。这是德系罗威纳哈，母的哈，吓跑了。好长时间没和我在一起玩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估计这次没配上，估计这次没配上，你肚子小了，前几天还有肚子呢，天热。这是一只母的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都傻不拉几的了，天天关在笼子里面都傻不拉几了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哎呦哎呦，进笼子吧，进去，进去，进笼子还比较听话哈。天气太热了哈，这只罗威纳，你看进去都喝水，德系罗威纳。喘，哈哈哈，特别能喝水，没水了啊！行，咱今天先到这里吧。我现在去那个托运部，把那个蓝牛发上海去啊，关注一下啊。我现在去那个托运部发一只蓝牛去。好，咱来到这边哈，看到一个灰桃，超大号的，得有接近200斤，我估计。我也不靠你太近了。这个链子够吓人的哈，链子得有好几十斤。这边还有一个大比特，起来！你那眼神都不屑我，都不鸟我，好霸气啊！下面兔子，起来！理都不理我，这回头啊，咱看看这边那个托运部啊，咱今天来发蓝牛来了，这拉布拉多啊。这是发货现场，看到了吗？小泰迪、阿拉斯加、金毛、萨摩耶、小德牧，还有小猫咪啊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还有德牧、金毛、泰迪啊，你看大风扇吹着啊，大风扇吹着啊，看看这边是托运部，这边放不下了，然后那边还有好多。看看还有斑点，行，好，你一会儿给我贴了。看看这边好多狗狗，你看外面都是，这边还小柯基，这个足高，牛逼啊，牛逼这个足高，厉害了，这个足高猛犬，别叫。这是80的笼子哈，得有80公分，这笼子你看还放不下呢，一颤一颤的，特别重啊。行，先关注一下吧，他晚上还有好多那个小宠物还没过来呢哈，关注一下吧。